的圣殿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双重圣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我们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是一位修士，圣雷斯阿罗伊修斯·贡扎加，是一个修士，是耶稣会会士。他还蛮年轻的，23岁就过世。他在短短的一个生活里面，他也跟随了耶稣基督，到最后他因生病而过世。我们祈求圣雷斯为教会祈祷。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广施神恩的天主，你怎使圣雷斯一生度着天使般纯洁和苦行赎罪的生活？我们虽未能取法他的圣洁，但求你因圣人的攻击和转求，使我们至少能效法他无数的方表。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们。攻读列王记下。阿哈奇亚的母亲阿塔利亚听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便下令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但约兰王的女儿阿哈奇亚的姐妹约瑟巴将阿哈奇亚的儿子约阿士偷了出来，以免与其他太子一样被杀。约瑟巴把他和他的奶妈藏在寝室内，没有让阿塔利亚看见，这样才没有被杀。约阿士和奶妈在上主的殿内隐藏了6年，当时由阿塔利亚执政。第7年，约亚达派人把众军官、加利人队长和卫队长召来，进入上主的殿，与他们立约，在上主殿内起誓，然后带君王的儿子出来与他们会面。军官就按照司祭约亚达所吩咐的一切做了，带领在安息日值班和不值班的士兵来见司祭约亚达。司祭便将上主殿内属于达味王的刀枪和盾牌交给了众军官。卫兵每人手持武器，自殿右至殿左，面对祭坛和圣殿，侍立在君王四周，然后带太子出来，给他加冕，把约书交给他，立他为王，给他富有。民众都鼓掌欢呼，
君王万岁。阿塔利亚听见民众欢呼声，就进入上主的殿，到民众前。他看见君王照仪式站在高台上，官长和吹号角的都站在君王两旁，民众都欢呼吹号。阿塔利亚就撕裂了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约亚达司祭就吩咐带领军官们说：“把他拉出去，凡跟随他的，格杀勿论。”原来司祭曾吩咐说：“不可在上主的殿内杀死他。”于是众人捉住他，带他到王宫，到了马门那地方，就把他杀了。约亚达要君王和人民与上主立约，使他们做上主的子民，又要君王与人民立约。然后民众都到巴尔庙去，拆毁庙宇，推翻祭坛，打碎偶像，又在祭坛前斩了巴尔的司祭马唐。司祭约亚达又调派士兵守卫上主的殿，全国人民都欢乐庆祝，京城也很平静。那时阿塔利亚已在王宫里被处决了。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选择了西庸做他的王宫。上主选择了西庸做他的王宫。上主向大卫起了誓，绝不会将誓言收回，我要使你的儿子继承你的王位。上主选择西庸做他的王宫。你的子孙若遵守我的誓言和典章，他们的子孙也必世代为王。上主选择西庸做他的王宫。上主拣选了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这是我永久安息之处，我愿意在这里居住。上主选择西庸做他的王宫。我要在这里为大卫兴起一位后裔，守护者前明灯当然不熄，我要使他的仇敌备尝羞辱，使他头上的冠冕光辉夺目。上主选择西庸做他的王宫。赞美主，赞美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赞美主，赞美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赞美主，赞美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赞美主，赞美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贼挖洞来偷，该为自己在天上积蓄财宝，因为哪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全，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全身就会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如果变成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啊。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大概在一岁两岁的那时候，哎呦，这个太远了吧，我们不会想象到 那时候。大概我们从我们口中发出来的第一，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或是第一个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做爸爸，做尤其是做母亲的，做妈妈的，当你们陪伴你们的孩子，孩子在慢慢的长大的一岁到两岁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比较清楚，哦，今天他说了一个字，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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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字是什么，大概是爸爸爸爸，就是妈妈跟爸爸，就是大概是我们出生之后，我们说出从我们口中说出的有意义的字，妈妈爸爸。在今天我们所庆祝的，我们所纪念的这个圣人圣雷斯，是 Aloysius Gonzaga， 是他在世就23年而已。他出生之后，他学习，不是学习，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而是耶稣还有玛利亚。这个是很特别，这很特别，是这个有一个圣人叫做那个我们神学院的那个伯明，我们说这个是伯明，是那个圣人，他给 Gonzaga Aloysius Gonzaga 雷斯，他最后的他要领圣体的时候，要给他领圣体附有以后呢，他也说了同样的玛利亚，耶稣玛利亚，他就走了。所以他这一生命以耶稣和玛利亚开始，也以耶稣和玛利亚做结束。圣雷斯他出生于王宫，他是圣Philip II 是菲利普第二世，他从这个的家庭出生的。所以在我们的脑海，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这个儿子，他的生活应该是在王宫里过生活。他的生活已经被安排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不用担心了他将来要做什么的，不用担心了，因为非常的清楚他将来要做什么呢，做国王，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要学习的是什么，要骑着马，要拿刀子，拿那个长刀什么的，那就在那边要练习的。但是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爸爸讲了，他要当修士。他先从那个罗马，他就跑到北部的，到了那个 Florence， 就在那。在那边他开始学习，以后呢想着要走这个修道的这个路上。但是爸爸一直拒绝，他就跟爸爸一直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冷战，因为爸爸还是希望他要走这个孩子要走他所走的路线。以后呢他们从意大利，就觉得说在意大利那边的，因为他在 Florence 那边遇到了这些人，跟他们这些人一起生活，影响了他的思想。好，这个家庭他们就搬到了西班牙。到了西班牙，就是在西班牙的时候，就说这个小朋友啊，可以离开他的这些的朋友，影响他的思想的这个朋友们。但是没想到，圣雷斯还是一样的想要走这条路。他18岁的时候，爸爸就没办法了，好，只能接受这个孩子要做他自己的路，放弃王宫的生活，放弃荣华的生活。
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个圣人，就是圣方济，他也是一样的，他应该是在一个有钱的一个家庭出生的，但是到最后呢，为了有走这条路跟随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全部的财产什么的要分送给穷人。圣雷斯也是一样的，他放弃这样的荣华的生活，他走这个修道的生活。他发愿在那个耶稣会，他加入耶稣会发愿，他过他的生活，但是他生活是非常非常短，23岁的时候他就过世，因为那时候有疫情爆发，他生病。那说他生病，我就想起另外一个圣人是圣阿古斯，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征服，但是他应该是不久以后呢就成为圣人，那个阿古提斯。那阿古提斯更是很特别，他15岁而已来到这个世界，只有15岁，但是短短的那个生命，他已经看见了他要完成的一个使命，虽然是非常的短，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使命。那因为他这样的做，他把全部的这个身体的奇迹要收集起来以后呢，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奇迹，身体奇迹在哪里发生了身体奇迹。我们现在就是有福的，我们就可以一上网在那边已经有很有系统的已经准备好。圣将来的圣阿古提斯，他短短的生命，但是他已经活到最完美。圣雷斯也是一样的，23岁而已，但是他已经完成了他来世的使命。他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也以耶稣跟玛利亚结束他的生命。我有的时候看看这些的圣人们的故事，我就很想要求天主，我是否可以重来？可以重来。以后呢，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啊，就在那边过了一个神圣的生活，你不要太久啊，就短短的也可以结束了，多么美。但是这个是做梦，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时间，我可以做一个决定，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我们不需要重来，从今天要开始，我们可以过我们的生活，把剩下的我们的岁月来走这条路，把这些的圣人们他们所走过的也放在我们剩下的岁月里。希望我们有一天也在天上可以看到圣阿古提斯，可以看到圣方济，也可以看到圣雷斯，一起赞美天主。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身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一切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Yeah.